他只会站在那个三角的正上方，他有这个瞄准啊，不上来，嗯，位置很危险。KCW 走上去，发现了李信在后面的话，自己的打野也到了，脚闪过来，脚闪现在被跟上，做帮挡，挡了这个 T 橙橙，还想要再往前去进行一个进攻。橙橙在滑步上去，再点两枪，拿到了一个双 buff， 小莫也交出了展现，往后撤退。那美其名是说他帮挡也带，哎呦。再来往前抬，挡到，但是对方是有双 buff 的位置。KCW 这里要被反打一套，但对方其实也没有闪现了。这里是不是要把小右给卖掉了？再 Q 再 Q， 补血有闪现，应该是不会死啊，没事了。啊，还有一个水球，想反打，还想要反打吗？再点，被 W 射死了。对，过去再点一下，走了不就好了吗？这边可以走吗？小莫。柱子吗？哦，朗格腿很短，被缓速了。李信来了，踢到了 final， 一阵尴尬。哦，要来大脚一踢了吗？直接跳上去位置，但是很多小兵啊，在往后滑，开启了自己的立场。踹也到了，踢有踢到一瞬间的秒杀伤害够不够？可以。再坑，但是克朗格的伤害够吗？再往前，先普攻敲死了一只，李信过来又盾眼，直接出关了。有踢有踢到，但这里往前盾眼直接踢回来，明炫不去做一个控制，小月交出了这闪现反身的一个海浪去做一个反控，但是被伤害的一个爆炸输出，还是自己得倒下。Final 的位置在后面，还在被持续的追击，盾眼上去，再交了一个闪现，就刷档是落在了杰利的身上。大局要开吗？纯走线过来，先缓闪击风暴，肚子顶到。在最后的一段大招，但是点燃的伤害下去，直接拿下。等下半部的话，明炫不过来，交出了闪现，金花加闪现直接往后跟。海浪再去做一个保护，没办法 ，Q2 的这个斩杀效果已经进到了塔里面。陈家祥再拿第二个头一踢，大脚一踢直接踢回了塔下。但这一波还是成功拿到露西恩的人都双招一起按，但依然是没有办法存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纳米的 Q 在世界高，他那边 RQ 的话好像有，这里怎么好像有点痛啊？天堂路很痛，特工过来，亮亮的位置，再点一下普攻，可以直接中路完成库奇 solo， 轻松。但侧面的话，明炫不交了闪现过去一个控制，控到了对方两个人交出了闪现，直接反身的一个海浪去做一些限制，那两个 TP 直接下来，交了闪现的一个嘲讽，直接嘲到了对方两个前排，反正位置其实有点危险。但是往旁边走算是勉强的，做出一个击杀，但是往出一个飞机包，直接来到了所有人的正中心，再一个女神特工，搭配上的是地板的一个灵光炸弹，拿到了瞬间的 triple kill。完了，龟也 hold 不住，最后再给一个飞弹，直接夸张，你是预言家吧，乌龙？换东西是不是太痛了？上半部再轰到一下，过来一个女神特工下去，搭配在后面赤色屠戮瞬间秒杀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好将要流出来了。对，后面反应猫交了闪现，直接跳了上去，女神特工队往后进行一个撤退，瞬间秒杀进场的龟翼。后面的话辅助也是已经没了一个踢有踢到，踢上去去做一个斩杀，可以在每个位置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点，不过的话侧面小木被五个人给盯上。